今天是否轮到40亿就看这一波了。来，先使用香肠，六个香肠先使用一下。好，这里再来六个香肠。好，这里加多少？哇，来先看这八个，一个加50万吧，应该90万，八个800万，这里有1000万了，这里就有1000万了。来，先把香肠都吃了吧，都吃了，这香肠有点多，所以说先吃了吧。我操，这还需要9000个才满，这河这等着河呢嘛，月呀、啊。小龙，你要不是黑龙炸火炸修罗，我操，炸修罗不存在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好，这里再来魂斗器使用一下。小龙，嚣张呢？嚣张嘎了，寿命用，他现在充寿命，我跟你说，寿命不足，就是你们天天用他寿命炸河，寿命现在余额不足，他现在在充余额，他现在嚣张在现在在充余额，他自己把余额先充满再说，大家。以后的话少用点他余额，不然你们看不到他了。你们少用点余额，给我留一点，他现在都看不见他了。我操，这手都点酸了，点酸了，按着吧，这不用点了，点着手都点疼了，点疼了。浪费1000万魂币，谁浪费1000万魂币啊？没有，没有浪费。来，先分几下三星的，不要。来，这个核心阵法丢哪里啊？这个满了吧？满了。这个没满，绝魂的心应该满了吧？好，满了。哎，那我们现在核心房子是不是满了呀？现在核心房子是不是满了呀？我操，才加70万，这里满了，这里满了，满了，满了，这个应该都满了。好，现在强化一下吧。哎，这不给他强化，我操，要给修罗强化，我操，给修罗强化，炸环，炸环不炸，炸环我又不重置，放在那里啊？我只是下来，我不重置他的，要重置以后才浪费1000，不重置的话不浪费1000的，哪里浪费1000啊？不可能。来，红环强化一下。好，现在应该没红点了吧？现在看着都是过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，怎么还差5000万呀？这个强化一下，这个、加多少？这个、加180万，这个呢？这个再加个100多万，这个能到1000万吗？这个能到40亿吗？来，先把这个龙魂下了，这个龙魂下了，来合成一下，合成一个红色的光明龙魂，来一件吧，这浪费我时间。来，红色的光明龙魂给它装上去。这里，哎呀，我连个一星都没有。冰河时光，哎呀，一星都没有。还有，别急，别急，还有这里呢，还有900个呢，900个乘以7等于多少个？100次7 200次5 7 35，我操，只能强化2个呀。看看这个700次，这个750的话，这个到800了。来，把这个。探长，全部给他到6750。等一下来，先把这个强化一下，升一下，好吧？加多少？我说你不加战力，你不加战力，你是太假了吧？来，大奖先给他用一下元素玻璃。哎呀，这都没有吗？来，一个人先激活一个吧。有了，这个没有，该激活一个吧？这个激活2个，龙帝播一个，来，嗯啊。好，这开始加我们的战力，950个，先把这个升完，好吧？我们看够不够，好吧？250，看250个，750个，可以升到550级，这可以升到750级。我晚饭抠出来了，别，你抠出来干嘛？慢点。好，我们手动，好吧？手动，看好一个。哎，我可不在，我们就加预测一波，这一波加个350万，好不好？看着350万，怎么才190万啊？这么啦？抢来给你升干嘛？给你升，浪费我表情。我看这个需要57350，来升一个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下来，把这个下来，这样把这两个下来，好，开始升它，好不好？把这升到800。哎，慢点！我操，加多少？我操，这个390，你看没升这个还不香吗？是那个才加多少一点？差多少？我操，怎么还差这么多呀？老虎满了，蜘蛛满了，这个升700吧。大家今天好像升不了70亿啊！元素玻璃，你看换一下吧，换一下，多加个战力，就把这个不要了吧，这个不要了，就叠也不要了，好，全部给蜘蛛吧，那就。全部给蜘蛛吧，啊，不是四十亿，
四十亿，我们今天四十亿有点难啊，四十亿说啥七十亿呢？人数征服好吧，四十亿，四十亿，四十亿，老虎再来一波吧，老虎征服，这里再来征服，好满了，多少了？四十亿呀！我的天，哎，回合，哎，给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不是不够吧？无跌大不？算了，耶，可以直接觉醒了呀！看啊，上次觉醒的是哪一个角色啊？这个满了，这个满了，这个也满了。好，现在开始大佬之法，觉醒啊！消，怎么才三十七万呀？不对呀，这怎么才三十七万呀？看到大宝跑了。跑，那是让他，不是跑了，兄弟们，那是我让他，也是跑了，开玩笑的，我们那开玩笑是让他，我们看啊，进阶哪一个啊？这个进阶右腿的话需要多少个？十八个够不够升一个呀？十八个能不能升个一个五字啊？这样我们看啊，这里有没有其他人？哎，对了，我们这里还有右脚，哎呀，升啥呀？这直接给修罗升右脚，需要二十一个。那也不够吧，需要二十一个，我才十八个呀。来，先升一个看一下，先看一下吧，应该不够。好，刚好够，刚好够，谁说不够的？来，升一个，恰，哎呀，这个五字效果是杠杠的呀。怎么了？装备七件龙，一二三四五，他喵的还不够。他得穿七件才能生效啊！这东西。现在我们得把修罗搞肉一点，因为修罗现在他们在打修罗，所以说修罗必须得搞肉一点。修罗他们在打修罗，现在正常所有人都打修罗，我们得生修罗。左脚打伤害不需要伤害。宴会把脚练啊！这东西能开出地瓜嚣张吃屎，看到没？看不出。好，还有吗？我记得应该还有，我们看我们现在还有多少魂币，还有15000呢，还有15000魂币呢。哎，这里可以换，这个可以强化吗？强化你干嘛呀？这里还有，哎呀，来，但这全是垃圾，不用看都知道。全柄觉醒，好吧，来全柄。今天任务是在这里呀、啊，今天的任务在这里呀、啊，得觉醒这个呀，觉醒这个呀，我的魂币呀，一个觉醒加多少？加三十万，带字的都给他觉醒了，再来三十万。这多少？三十万吧，都三十万啊！最后这里带字的，把带字的都觉醒了。好，又加三十万，自身解放全部增加暴击的，加伤害的，这家伙是加伤害的，没魂币了。我操 ！VP 单怎么只有两百万呀？怎么只有两百万呀？我们看我们钟叔怎么还没动我呀？我操！我已经嘎了，我说怎么还没动我？我操，博格斯打多少人了？钟叔先上去吧。来，摇钱树，哪里有摇钱树啊？这年头摇钱树不应该早就满了吗？打贼客，打贼，哪里有打贼啊？打哪个贼啊？我想要魂币。哎，对了，魂币，这里不是能买吗？那这还赚能赚钻石，能花钻石买的，都不带犹豫的。来，先把这个买一下魂币。这有了吗？好，够了，但是还得高一点。这买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能找回吗？找回两下，哎，都找回了吧？来扫荡一下，有多少了？四千万了，够了。来，先把那觉醒了，先把我们的最后一个觉醒材料觉醒一下，看看带字的这个东西觉醒啊呀，这个才好看，这东西真好看呀。这个满了，好，我们现在有两套半了。这东西看，我们先觉醒的话，老虎觉醒哪一个？我们先把老虎的觉醒满吧。来，这个都是防御。哎呀，这东西肯定全部开防御啊！这东西那咋想嘛？全部开防御。这个的话，全部开高级的这个东西，高一点的级的。好，先用完再来。哎，怎么没声音呢？把 BGM 给我上来。觉醒老虎的。先把凶兽魂环给他升上去，三个，再来三个，二三，怎么只有一个啦？一个加那就全部开吧，这东西全部开了吧，全部开这个，全部开了吧，能到四十亿吗？还差两千万，慢慢来，大家别急，慢慢来，我尽量给大家弄到两千万，我看能不能弄到。先把冰熊王是一个升上来，
觉醒一下，手势生命值低于70%时可以再来6。好，又加40万，这战力不就来了吗？这不就来了吗？这怎么才加8万呀？别急，还有，我这材料多，我慢慢来。平均升吧，来平均升，再来平均升。嗯，平均不了了，只能给他先升了。来，你把这个也平均升了，反正就这也给他，这个升的话也不够，这两有两个可以。来，这个升一下，这个再升一下。好，觉醒，觉醒啊！别卡我，你这加70万，加7万。我们看现在多少级了？现在52个了。入环，这咋样？我来，我看一下。入围，入环，生命值首次低于77%时，获得乙方攻击力最高的角色的7%的总加技能加成伤害，7%的最大攻击啊，这加伤害的呀，这加伤害的呀。我拿这干嘛？哎，这怎么也能觉醒啊？来觉醒一下吧。这加伤害的我来干嘛呀？看看还有觉醒材料吗？还有觉醒材料吗？仓库有觉醒材料吗？没了呀！征服大佬小得小1000万啊！征服大佬加1000万吗？别吓我呀！你们别骗我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就你们说增加1000万，我试一下，看刚征服是哪一个啊？修罗大佬修罗，杜凯，来先把这杜凯先给他下了，来下一个，你们说的征服秘法大秘法加1000万，这加1000万。这个加1000万，过10、100、1000万、10万、9万、100，你配吗？你配吗？你配吗？秘法，这已经征服了，你配吗？加多少？700、800万，我巧，这个呢？再来800万，我操，600万，好，多少？还差多少？过10、100、1000万、10万、100万，还差几百万？看在哪里再弄一几百万啊？来把这个领取一下，咱们是面子，今天我们不要占领，我打架不要面，我不要打架，我要面子，征服一个秘法，少加600万，这又加了点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，属性，别把属性弄废了呀，征服大佬无所谓的，别把面板弄废了呀。1293735的第二，好吧，这攻击的话，攻击，我操，怎么攻击这么高了呀？这蜘蛛攻击蜘蛛怎么这么高攻击啊？来这里进阶一下吧，来这个进阶一下，加多少？加150万。哎呀，又是没魂币了。哎呀，这魂币是真难受啊！这魂币，来这个买一下，这个买一下。魂币，我在哪里有魂币吗？这哪有魂币吗？这东西没有，这东西还能抽吗？好，没有的话，现在战力的话只能升温吧。那大家听大家的，只有升温了呀。现在只能升温了。我们看看平均升下吧。这个需要多少个？需要4个呀。这需要2个，这需要1个，这需要2个，这需要1个。来，先把这1个的先升一下，武器升一下，把这1个的先升一下。需要1个的就升了吧。这需要2个的话，等一下防具呢？防具需要1个，来给他升吧。统战赛可以有，统战没有，没了。来，给他升温一下。修罗现在得把修罗拉上来，现在很重要。修罗现在的修罗需要面板需要很高，不然根本就没办法打。现在需要两个的话，这也是2个，来还是给叠吧。叠升完好吧，升完。他满了武器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武器加攻击力的话，攻击4.8 5.9，我操，还有升温给修罗升一下吧，升一下温吧。看看哪里需要1个的，这里需要1个的，这可以升一下好吧，先把这个先升满，把1个的先升满，这需要1个的给他升满。好，现在2个的武器拉满2100，他没了呀，有了吗？哎呀，这不是40亿了吗？这不就40亿了吗？咱们也是40亿的人了呀！以后别说我们是个30多亿的小渣渣呀，咱们也是40亿的了，好吧？咱们也是进阶40亿了，别说我们是30亿的小渣渣，以后30亿看不起，谁是30亿啊？啊，谁是30亿？谁难受？好吧？现在我们不是30亿了，我们是40亿了。
咱们现在是40亿的，你看没有，这都没用，这东西还没用呢。咱们现在也是40亿的人了，那种30亿都掉面子，懂不懂？和他们30亿的说话掉面子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的，你们别当真啊！我是开玩笑的，掉面子，开玩笑掉面子，不是真的掉面子。我看看还有啥魂灵，来先把500多次魂灵给他抽了，400多次魂灵抽一下。一级城后面有神王吗？大家，一级城现在暂时还没开后面的上线，好吧？一级城后面有没有神王？等以后才知道，应该现在暂时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神王。看一下埃博的权柄，好，等一下，等我们先把这个抽完，这给他拉完，这东西还是得拉的，不然这东西用不完，先把这个拉完。76 5 4 3 2 1，好，抽完，来看看埃博。看看埃博，你们说的埃博，来我们看一下排行榜第一，看博哥的权柄，他有三元素吗？权柄在这里，你他哪里有三元素啊？没有三元素啊？他哪里有三元素啊？他就这里一个、两个、一套、两套，他分开了呀。他有三元素吗？没有啊，这全是一元素啊，全是界啊。全世界啊！你们叫我看他元素干嘛？他没有三元素啊！来背包看看还有啥没用完吗？没了吧？好，今天这东西都用完了呀！今天来打下欧阳，行，欧阳打就打嘛！说这些不开等级是不是想让平民追上大佬？对，因为开太快的话，你们平民根本就追不上我们。我们他现在开的慢，可以让平民玩家慢慢追一下，好吧？来，你们说的打欧阳，来试一把欧阳，好吧？试一把欧阳，就看我们修罗暴不暴毙，好吧？哎呀，修罗欧阳也不行啊！修罗打我们都不掉血，欧阳打什么欧阳嘛？欧阳打我们都不掉血，他都不掉血，你看没？都不掉血，都不掉，你看血都没掉，打我们都没掉血，打什么欧阳呢？掉面子，高一倍在你。来，我们再来试一下博哥，看看拉了活动以后的，看一下我们拉了活动能不能变强。博哥多少亿啊？博哥51了，他应该可能有51了。还没进来就看到小龙在打欧阳，啥叫还没进来？不是兄弟，你这话说的有毛病啊！你还没进来就看到我在打欧阳，你怎么看得到的呀？你都没进来你怎么看到的呀？你都没进来你怎么看到的？49亿，他可以到50亿吧？应该。来，我操，他博哥这修罗有点刚，有点顶啊！在这里直接打我们。我操，我们修罗呢？哦，修罗出来了。我操，修罗刚刚怎么没了呀？打不过博哥，打不过博哥。咱们修罗感觉没伤害呀。一进来就看到场位在打来胡。哎呀，你这话说的，一进来就看到场位在打来胡。哎，不是我们不是，等一下我们连招带错了，我们连招带错了，应该带另外一套的，不应该带这套的，带第一套。龙魂怎么一直有？哎呀，强化吧！你看着你这个强化有点强迫症。他现在是带裁缝，你带裁缝你打不过他。哎呀，谁说打不过嘛？没事多打几把嘛。看看这里有没有不屈啊？哎，等下搞个不屈来，等下。有没有闪不区域？百万年的闪不区域，没有闪不区域啊？怎么神圣化身？我看看，在这里有闪不区域吗？那我们怎么少个闪不区域啊？这神圣追击不要了吧？我们换个神圣追击吧。哎，闪魂换多。哎呀，咱们闪魂换多，你这东西还要什么东西啊？不要那个了，来闪百万年。要什么那个神圣追击啊？不要，来神圣化身不要了，来试一波。好，这战力加的，这战力不加的高吗？来，再试一波，好吧，再来一波，来再试一波，看一下能不能嘲讽啊！妄图不搞主城啊！我们已经有主城了，为什么还要搞主城呢？好，修罗看人，他嘲讽没有？那天使在这里，那天使跑这里来了！我操，我修罗怎么换位置了？换面向了呀？看到没？这不就赢了吗？这不就赢了吗？你看这不就赢了吗？谁说打不过的嘛？还嘲讽！嘲讽有用吗？嘲讽有用吗？啊！别嘲讽，你嘲讽有用吗？
还敢嘲讽我，一顿毒打你还嘲讽我。博哥为啥开服比你们晚，比战力比你们高这么多？哎，博哥充了几十亿啊，妹，博哥充了多少钱呀、啊？我们充多少钱啊？博哥充的钱和我们充的钱不一样。博哥充多少钱，我们才充多少一点嘛？那不一样啊，那能比吗？博哥充这么多，我们才充多少？怎么能比？这东西比不了。来，我们看下中枢啊，中枢，哎，我操，中枢我们杀穿了吗？怎么还是我啊？你看我们中枢，我操，130个人，我操，我们中枢才131个人，几十亿水口，哎呀，说这些啊，几十亿那个几十亿战力，我就说他都比我高十多亿战力。反正老板以前多充一点没有，然后充的钱是我们自己的，不是老板的，老板只是支持我们一点，但是花的钱也是妄图自己花钱的。输又打我火龙，哎呀，说这些，出一来打你就打你吧，你还有这种人，快打我还打我，你这种属于啥？属于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要求，还打他，你还要我打你，这种要求都能提得出来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号老板会充，帮我们充一点，但是基本上这种大额都是我们自己来的，我们每次都是自己花钱充的。对啊，除了8000伏那个号是老板充的钱，这个天使衣服都是我们自己掏钱的，所有主播基本上都是自己掏钱，只是老板会额外给你补贴一点，老板会补一点，但是不会全部补，你得自己花钱。你们怎么全都是？你们全部都是怎么修罗打修罗嘛？谁不是怎么掉血这么快呀？怎么老虎就嘎了呀？瑞蜘蛛怎么就嘎了呀？吹，你怎么感觉比博哥还难打呀？这打不死吗？我打不死你呢，为啥打这么难呢？看、啊、今天的40亿，大家目标达成，好吧？来，我们先报名一波40亿，今天突破40亿，我们以后也是40亿的人了。咱们以后也是40亿的人了呀，别小看我了呀，咱们已经接40亿了，别说我们是个30亿的小渣渣呀，以后别说我是30亿的小渣渣了，听到没有？来，这里给他强化一下吧，进阶天使圣训，激活效果。神圣洗礼等级上限达到120级，熔环内魂环复增加50万年。我操，年份提升至50万年，熔环魂环提升4星，啥东西嘛？我们熔环都没有，你给我搞这些？我们熔环都没有，你给我看这些？看这些干嘛呢？这边呢？博哥在这里吗？博哥也不在这里啊！哦，博哥在这里，博哥在这边。博哥在这边，博哥在这里，他在这里打开没？但博哥居然打不过这个，博哥被十多亿的，被十多亿的越了吗？博哥在下面干嘛呀？你博哥你上来呀！你直接去五级城吧，大家来，我给你们分析一波五级城有谁？看来看排行榜，五级城有人，欧阳他在五级城，因为他排在我前面。他们海神的没有一个人打的是欧阳，懂不懂？他们海神的没有一个人能打是欧阳，所以说我去这边没用，我去这边永远都排不到我，懂不懂？我去那边永远排不到我，所以说我去那边没用，就是说我去那边我就一直坐牢，坐到从头坐到尾都排不上我的。炸魂圣丸，我看看有没有魂圣啊？炸魂圣丸的话，看有没有魂圣？炸啥魂圣嘛？我们没有魂圣，没有魂圣。我们有魂圣吗？等一下我看背包有几个魂圣啊？看下背包有没有几个魂圣？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眼，这个这里有一个，我只有一个魂圣啊！炸什么魂圣啊？没有魂圣炸呀！这样我没有魂圣，怎么还没动我呢？来达标任务领取一下，能不能打死我一下呀？我从周二到现在才送5次机会，我从周二到现在才送5次机会。博哥在这里吗？哎，博哥你别去下面了呀，我操，大家来给你们看一眼，这边100个人，下面就100个人，两边都是100个人，这真难受呀，这是难受死了呀，这是真难受呀。看吧，上面不需要我去，看到没？上面这4个人就可以直接打通关了，不需要我去。这上面就不需要，你看我瞬间变成100个人。瞬间就变成100个人，这上面不需要我去，我去的话我排不上队，他打完以后又重新再来，打完以后又重新再来，就排不上队。这里的话我还有可能排得上，这里以前的飘然现在叫北森。来，我们在外面打下博哥试一下，40亿了。对啊，你来晚了，我们已经破40亿了，已经破40亿了，你来晚了。来，我们试一下博哥能打。那小幸运是谁啊？小幸运是大胸。重要的事情重复3遍，
来看一下博哥的修罗和我的修罗，修罗进场了，修罗被放逐了，修罗又来了，修罗打他，修罗秒死了，好，博哥修罗直接被秒，就是这样的，修罗他博哥修罗直接暴毙，好吧，都不带犹豫的哈。好，现在开始，我的修罗在打他的天使，我的修罗在这里使劲输出他的天使，使劲打，好，他天使死了，好，他天使以后开始打他的这谁，打他的锤子，这谁啊？这老虎，我的修罗在疯狂打他这啥呀？蜘蛛吗？打碟，现在打了碟，他的老虎已经变成冰熊王了，所以说打不了他冰熊王，所以说只能打他碟，把他碟打死以后他就没了。博哥换天使废了呀，对呀，博哥换天使废了呀。哎呀，这说这些。哎呀，我们也有站起来的一天啊！来，我们是在统战赛，明天打这个清晨，我看啊，这清晨好像没上魂环。哎呀，他怎么没带魂环呢？这里呢，我们切入这里，他这里应该带魂环了。我们切磋一下他带魂环的时候，我们切磋他一把，他能带魂环的，打历史啊，对啊，我们在打历史，打他带魂环的时候，这个应该带魂环了吧？啊，这个带魂环了。来，我们试下能不能打过啊？因为明天统战赛就打他了呀。好，现在哎，这不是统战赛修罗，这不是统战修罗，这是不是统位修罗啊？怎么这么脆啊？去年他带魂环了，没带完好像，啥意思啊？他怎么永远他一直不带完吗？他是不是没带魂环？来看我们的排行榜，开排完我们再排第四，第一名板砖亚军。飞扬四强，两个四强，三个四强，全是四强吗？没有最强吗？我记得不是有三个最强吗？扛把子简单快乐啊，一个最强，有一个最强了啊，两个最强，有两个最强。那、我们这服只有两个最强，我们这边只有两个最强，但是能不能赢就看我们其他人了。同战赛给大家看一眼。简单快乐，你看到没？这个人看到这个人没有？看到这个人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他现在是31啊！来，我先给大家慢慢来，看到简单快乐点进去，他现在是30亿，看到没？现在是30亿，点开来查看，来准备好看全饼，一个全饼没上，好，再开始后面后走，本源也是一个没上，好，再来看原金，也是一个上了一套，上了两套原金。上两套原金，还有龙丹一套，也上了两套，龙丹也上了两套，生物也上了一套，生物他也上了一套，看秘法上了5套，但是没觉醒，他没觉醒，斗凯也没上完，看没，他就带了两套斗凯，两套五字，他有两套没上，那其他的都大奖都上了，但是他就是都那中路材料他都没上，打下板砖。来，可以好给你们打下板砖，模拟切磋好吧？反正我应该打不过。会不会他就这么多中出材料装备？怎么可能？不充钱，只要你玩了都不会只有这么一点。这我跟你说，那可以白嫖的，懂不懂？中出材料可以白嫖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可以白嫖到一两套。你不充钱可以白嫖一两套。来看看板砖，板砖的话是对位修罗，对位的，我是同位修罗，现在就比伤害。现在就是比伤害，我操，伤害太高了，比不过，炸了呀！我们老虎炸了呀，蜘蛛炸了呀，老虎蜘蛛都炸了呀，打不过，打的都不叫血。这人中出材料怎么样？板砖的话，还给你们看看板砖的应该没有加这样夜战，板砖的中出材料好像都上上去的。来给你们看板砖的中出材料，这些老六啊，真是老六。来，先看全饼，我操，这些家伙也是没装，他也没装，他装了一个五字的本源。本源装了一点，他是不是反转？是不是就这么一点啊？还有原金有5套，原金他装了，龙丹也是5套，都装了。我操，还带字的，我操，还可以交易的，带字的。生物也装了，都是5套，他们都是满的，看没？这种人都是满的，你看没？都是满的，所有人都是满的。斗凯，我操，1套5字，2套5字，2套5字，3套4字半。我操，4字看没？全是4字。那我们再看看博哥能打过吗？博哥在调号吗？博哥应该没调号吧？你这虚战，对啊，我们这虚战没办法，虚战我们只有靠虚战才能拉战力，好吧？现在战力你要想拉战力就必须有虚战，你不拉战力你的面子没了呀。我跟你说，假如我们不拉虚战，我们也是这样实力，
那还不如拉战力上来好看一点，叫博哥就别来了，大家早点下。你看博哥没有下红环呀，他没有下，你看没，都没有下，他没有下红环的呀。